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，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熟悉了底线？趁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圆满厌倦？原来当年放下防备后的就是那些，才是考验。